大熊考了100分。啊，不是在做梦吧？不管看几遍都都是100分。老师，100。其实啊，我也怀疑是我看错了，不过我检查好几次都是100分。大熊，你表现得很好哦。啊，是。以前不管考什么，我都认定自己一定不会的。结果现在终于展现出我的实力了，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。我最喜欢的还是明太子了。胖虎小夫，我爱奶汁，还有炸鸡块。你的玉米也实在不怎么好看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这种时候啊，最好就是让大家不经意的发现了。热的太好吃了。可是啊，吃完明太子以后再吃蔬菜，就会觉得蔬菜好好吃哦。对呀，对呀，真是不可思议耶！为什么呢？吃饭的时候明明就怎么有一张孔雀掉在地上啊？会是谁的呢？啊，好厉害，100分哎！如果是100分，那至少就不会是大熊的考卷了吗？对呀。哎，姓名栏写的是大熊的名字，那就绝对不可能是100分的考卷了。不是名字写错，就是考卷的分数改错了。啊，静香，我问你哦，如果我跟你说我考了100分的话，你会相信吗？大熊，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光看考试考几分来决定的哦。就算考0分也没关系啊。不要因此而泄气了。下次再好好加油吧。妈妈，叫我从早上就开始头痛了，所以我现在不想看考卷。哎，哆啦 A 梦，知道了知道了。你看我的考卷，你看100分。哎，你终于考试作弊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太过分，太过分了啦！对不起啦，因为我有急事，所以才会。跌到谷底总是会有反弹的时候嘛。大熊，就算破晓考了100分，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反正像我这种人就是不应该考100分。我应该是睡午觉，考0分就好了。看来大熊是受了很大的伤害，我得想办法弥补。我看看哦，宣传机，不管什么都会通知人们，让人们相信，让人们产生你所期望的反应，就是我的工作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让你出来啊！我要你让大家相信大熊考100分这件事，还要让大家觉得很感动。要达到哪种程度呢？可以分为上、中、一般、非常这4个种类。我选非常好了，从妈妈开始，让她相信和感动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人类对于报纸或电视上所报道的事，总是马上就相信了。我会用非常电波，让播报员亲口说出这件事情。拜托你了。哈！好的，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。大熊同学在这次考试当中考了100分，大熊他考了100分，这种令人称快的作为已经获得了各方赞赏。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啊，这难道是我在做梦吗？大熊考试居然会考100分。就这样了，拜托你了。包在我身上了，猫咪们应该都在等我过去吧。你们有看到新闻吗？听说大熊考试考了100分耶。没想到那个大熊居然会。不过我考试也考过好几次100分呢。就算你考了100分，那也没有什么。就是啊，因为是大熊考100分，所以才会变成新闻。对呀，这种程度的话还不能算是非常，让有名望的人来讲的话，效果就会变得更加显著的。哈！再来博士，您对今后国际情势的展望是？就是大熊同学考了100分。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创举，大熊挑战不可能的极限最后终于达成了，这应该可以说是与哥伦比亚发现美国新大陆。妈妈，你看电视了吗？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，大熊终于考100分了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热门，但这次我大放纵，把飞翔电波调到最高级。大熊同学就读的国小前面，小朋友们可以麻烦你们站在同学的立场说几句跟大熊有关的话吗？我要说，我要说，就是呢，我早就觉得大熊他总有一天会像这样变得很有名。我觉得大熊同学是一个很努力的人。大熊是我最真心的朋友了，再让我多说几句吧。什么事那么吵啊？抱歉抱歉。请两位发表一下感言好吗？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对大熊的教育方法吧。好的好的。好的好的。我将制作大熊同学的特别节目，到时候我想请两位到现场接受访问，不知道两位意向如何？好啊好啊，对吧？好啊好啊。固定的乡亲父老们，对于完成的公共回应的大熊也要发表一下看法，到时候就请各位大力支持与协助了。点心吃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。妈妈，记得紫外线指数一两天哦。奇怪，这出去了吗？外出的时候请多注意防晒。电视打开也没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的，现在内阁总理大臣要宣布最新政策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已经在刚才抵达国会殿堂了，为庆祝大熊同学考试100分，特地今天为大熊纪念日，为国定的立下。在京城的大熊纪念日，这次大熊同学考了100分的伟大创举，确实是集体励志的国民，也足以作为国民希望的一件好事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不好了，我交给宣传机处理，结果实在太夸张了。你说的宣传机是什么？大熊恭喜你！大熊恭喜你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哆啦 A 梦，我不想让大家知道你考100分的事情啊！别这样了，好丢脸了！大熊，我真心的朋友，大熊，你快点想办法了，哆啦 A 梦，我知道了。在哪里？全部当作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就当没发生过。老公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是奇怪，怎么会有大熊特别节目？不知道。我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怎么会在大熊家的门口呢？我也搞不清楚，回家吧。太好了，真是的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对不起啦，因为我不知道宣传机的效果会这么的惊人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就不应该考100分的嘛。大熊，吃饭喽！大熊，哎呀，躺着睡着啦！大熊也真是的，又把考卷藏在抽屉里面了。100分！妈妈，
这是大熊，这个，我考了100分哦，真的吗？大熊，你真了不起，你真的努力了，妈妈好高兴啊！太好了，把考卷裱起来挂在墙上当装饰品。啊，你们姐姐不需要那么做了，还会是100分啊，100分，我现在做梦啊！对了，也得让宝宝知道才行，宝宝。不用了啦，这样真的很夸张哎！真是的！哇，大熊，真的了不起！别这样了，大熊，大熊。